全市要继续封14天。今天起个大早，因为要赶紧找网格员预订菜。一如既往，看到艳阳天就要我把被子拿出来晒。还是把订菜的大事解决先。肚子饿了，开饭呐！楼思远，吃饱了，现在好好研究下采购清单。两斤半，黄山梨三斤半，一级红杆十斤，长红紫贵。这次下重手，来了个大拖鞋。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，看明天会送来什么。